飞啊，飞起来吧！家里上面还有一个。对对对，我看到那个，他从上面来，他从上面来了，杰克。啊，那个附魔台，附魔台，附魔台，那个还在拆，还在拆，我下不去，太胖了，还在拆附魔台。哇！没事没事，他拆书而已，他下不来，他不会下来。他死了，他死了，这谁的？大家都下不来，他第两滴。我把书放在箱子里。繁星来了，繁星死了，繁星来了，繁星做的好，姐妹我来了，繁星棒棒，繁星要四十几秒，繁星去六六了。盾甲，盾甲，好，在那个，哇，钻石包覆，耶，闪亮亮，可以比较不容易死了。嗯，真的，水下呼吸，刚刚赚到，不能飞了，不能飞了，啊，不能飞了，好，飞不起来了，飞不起来，飞不起来了。我来了，前线是谁？小雨吗？是我。小雨，我在下面啦。哦，他们一口气三个人，三个人，一口气三个人。小心哦，小心哦。他们想冲，他们想冲了。我。我一个小心，他们对，往上。棒，好，我走了。小心哦。他们一波冲过来，是不是？嗯，没有两个人而已。哦，两个人，现在改，现在变两个人了。因为我们家也没有铁砧嘛，对不对？嗯，没有，需要的话我要去玩。小雨他在打你，哎呦，鸟要换很多，鸟鸟回来了，他要死，他死了，他们走那个啦，钻石那里啦。哦，对不起，那是我挖的。哎，我要去把那边挖一个直坑下来，我要去把那边挖一个直坑下来。我知道，欧巴，他看到我了，那是你。他们是有人蹲在那边挖钻石，对，欧巴。啪！你们烫哦！哎，不行不行，他那个一个剧毒的，我真的是不行。啊！我要干掉干掉干掉！你挖，我要挖一个直坑，我要挖一个直坑，我要再找针脚挖一个直坑。黄金的话可以给我拿，我超多。隐月的弓很有威胁性，小心！我知道他们背后，我知道他们背后。哦，他们这里无敌了，无敌！他们想要直接冲过来。他买错，我怎么觉得酱油是买错？不是，酱油是买错，没错，他是买错。哈基快死了，哈基剩两滴血。尴尬了，尴尬了。好好好。云月，我在打云月，云月有攻。云月的那个毒箭矢太烦了，他快不行，云月快不行了，他死了。对，你要买一些那个金苹果带着吃，很多很多金。好好好，阵营无敌几秒啊？六十秒。强制点名，强制点名，拜拜。好，那可以拿金苹果，可以拿金苹果。可以，在哪里？来，我靠，你那什么装？拿去换。哇塞，你是把牛排直接丢掉了，我这个人。哇塞，还有啊，有更好的，好奢侈哦，奢侈哎。你要先买一些苹果自己喝，好。欸，我再去玩。其实我们有全那个发光再一次的话，就可以全金突袭啊。对啊。嗯，可以，快可以。可以挖一些。团，我想吃那个黄金，拿去换就可以。你想要吃什么？我要黄金。黄金吗？是两个是不是？黄金还有黄金，我这边有两组。哦，怎么那么多？这里也还有。啊，那那个箱子里啊，箱子里有。家里蛮多的。那巧克力这个给你了，来，你快，七个。没有，我黄金都给他，你在这边只是苹果，我全部给反转。哎呦，上脚，来给我拿，来给我拿。没事，我不用，不用。我说团，对，等一下，哎，你这边箱子还有五颗绿宝，好，又是毒的，那我直接去换。哎，这次都没人赌博，这么乖，有毒的男人。大家因为钱都在我身上，没有人。术师对也是，钱鬼冲啊！我钱鬼好快，我是人精，他也在旁边放陷阱。掌柜的掌钱的人不赌博，你就跟着他，我直接跳下去。哎，巧克力死了，他们会有十颗绿宝石给你。啊，对，哦对，奖励多了，奖励哦，这么厉害，对，不会死，我不会死。我们那个一发光就全军突击灭了他们，他们只剩八滴了。发光喽！这里发光了，这里冲啦！好，我冲啊！不追我，不要追我！追不到啊！上啊，千鬼！
千鬼经验喷泉，这个时候还是后面的阶段，千鬼的血还是很少。嗯，后面有人拿巧克力，好像只有加过。后鬼才是加血量，不是吗？对啊，是的，对，千鬼是加伤害，比较痛。哦，他那个哦，烧起来哦。再给千鬼几次机会。爆冲石是谁？我是我是我是你是你上啊，千鬼，我是繁星，我不是千鬼。我没有在招，我有在招。哦，杰克，杰克想爆冲吗？哇！爆冲石游泳还有用哎，早知道就用了。真的是啦。我觉得这个鬼招鬼是真的太强了，真的，嗯，太骚扰了。他现在他的成长曲线很平啊，很斜吗？就是到越后面，我觉得他应该是比较久招一次，然后鬼比较强还比较好。嗯，对啊，因为他很短时间招，会很骚扰，真的。对啊，就是骚扰性，骚扰性太高了，真的。嗯，我上去了。我这一滴血都没扣啊，鬼神童子。巧克力，嗯，你的装到底怎么样？我说巧克力四射你一滴血都没有啊！三件保护衫，而且有那个团团的抗性在。没有，我也有抗性压我贵族，抗性跟两个打过来根本不能打。我是觉得那鬼完全打不了啊！鬼好像真的有点厉害。等下，我问一下鬼超骚扰的。那个就是那些僵尸啊，有吃抗性吗？没有，不知道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们把感觉僵尸可以那个就是比较久招一次，可是他比较强一点啊。那现在是比较短招，可是就很骚扰，可是就是骚扰性的骚扰，现在骚扰性太高，而且一招出来大家就想要打他。肉盾，一是肉盾，一个肉盾啊，招出来挡一枪，真的是射过去那一瞬间，搞僵尸出来就挡掉了。但是那个铁力的前鬼真的很没用。你说我也是被哈基打得比较空中，然后一招出来，他一落地就死了。然后直接摔死，因为你跳起来再招的话，他是刚好就摔死了。那时候刚好被打，然后跳起来想说一招，哎、欸，他就摔死了。啊，精力的那个都很强，哇，嗯、坦度很够，真坦。嗯、啊，那个挖矿的速度是正常的吗？一开始那个稿子有那个啦。那个效率神，然后钻石不是说也好像很快，钻石好像出现的有点快，太快了。钻石其实就是正常啊，嗯，所以真的这个速度没有，是因为我们挖不到，没有没有，你们中间哈基有连续两次挖那个剑壳很短哎，对啊，超快。我在那边等啊，我在那边等。会不会是以前没有提示出来啊？以前没有提示，而且是已经第四阶段之后呢，有那个减半。以前都没挖到，减半是啊。以前没提示，不知道那么快。速度没改过，这样没改过，我都没动过。哦，只是大家平常太少，因为其实还好啊，三颗。那也啊，等，嗯，听他们说，就感觉好像超多，超快啊。是因为没有提醒之后，嗯，紧张会紧张，真的会紧张哎！看到哎，怎么挖两个？你怎么挖一个？但那个新事件很棒哎，我们都可以，大家都很开心的在那边杀小雨，对，杀小雨，女王蜂，杀一团超可，杀到你们家去了，再杀小雨，超好笑的。没有，那时候我看只有工蜂在追我，我想说啊，全部带到你们的，结果没想到小雨也在追。跟那女王蜂也是追我，不是我老，那你就跟着去追一下吗？没有空空啊。他说他很五味杂陈啊。对啊，我不知道该怎么。有没有说杀小雨？杀小雨？人家奖励超好的哎。对，十六颗，六颗绿宝。有战牛那个的话，好像是二十颗绿宝石。哦。而且那个有点可怕，突袭者会掉蛋。会掉蛋，对我刚刚捡到三个。小朋友在你们家生三个，有我有看到，小朋友在你们家生。那今天才几岁了？没有没有，他已经死啊，被你们打死了，他很难过。他死了，他死了。那个真的超可怕的。对，所以说地形还可以吗？对，还行。OK， 下一场先封印那个召唤师。嗯，召唤师啊，真的假的？啊，这就没招了。啊，然后呢？没有人这一队没有穿个召唤师哎。这要玩黑暗，就是你们想观众场上面也会很多召唤师啊，这样会很危险哦，感觉有点召唤大队，有人一起召唤呢。好，感觉会变成国战呢。直接女
们不玩，你们很奇怪嘞、欸。会变国战嘞、欸。你知道看到刚开始繁星就是说，哎、欸，哈基没有选召唤师，表示召唤师是不是不强？我在想说，你知道吗？然后那时候玩那个前鬼，你一直把那个就是那铁力的鬼，你一直把它打掉。我想说，哇，是不是很雷？是不是很烂？他后期他后面，因为他速度也会慢慢越来越快。他第五阶段他出来的时候，直接是直接冲过去，啪！哇！只因为他一招出来，大概有一两秒会呆一下，然后那时候你就直接连点把他打掉，就。但是那个黄金的就好强哦，真的强。嗯，黄金的很厚很痛。那个观众场啊，不限制，不限制。好，我要上厕所。哎、欸，我自己一直觉得黄金会很缺，可是后来为什么？好像还好，还好吧？是因为平常大家都把它拿去赌了，是不是啊？突破盲点了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小小突破盲点都没用到哎、欸。对啊，像自己黄金那一战，那次我都没。那个召唤黄金其实还好。对，消耗的铁跟金也还好。嗯，不然就之后改成改金锭或金锭跟铁锭这样子。金锭铁锭可能比较平衡，因为力的话真的很爽刀，真的是爽刀。我刚刚一开始我超崩溃，我就想什么时候变成弩的？我不会用弩啊。然后用弩很像用你做的，你用的很好、啊。你是代打是不是？你今天吃的怎么样？不是，我真的不会用弩，我从来没有。哪有？你忘记丫丫是什么人吗？丫丫是边杀人边说，我好害怕。对啊，双手玩满鲜血，敢杀人！这人一直被射到不要不要的，丫丫不要的射的丫丫。哎、欸，你们要尊重丫丫，可是边杀人边说，我好害怕，我不敢杀人的人哎、欸。没有好吗？讲错，我不想当杀手。他任何话，他每句话都是谎言。我真的不想当。我酱油的衣服啦，我不想当杀手，因为我会把你们全部都杀了。酱油你的 skin 啊，我不要了，去换回来，这难看死了。我以为你头上是汉堡，哎，我刚汉堡是上一个啦，这个也汉堡。我说刚刚啦，刚刚我就说飞行顶着汉堡杀过来了，汉堡，顶着汉堡杀过来，这是我。繁星不是汉堡，繁星啊！啊，怎么了？嗯，没有，我说腾腾长得，我说你长得很像汉堡。哈？为什么？你看繁星，看繁星。哦，繁哎，对，繁星这个确实那个观众刚好说你长得很像汉堡。汉个头呀！每个都是繁星。对。哎、欸，没有没有，可是他们讲的时候是你带木木萧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疑惑。哦哦，木木萧后面看起来吧，木木萧的屁股，那、嗯、我想屁股比较像。对啊，你们去画一个小迷你的啊，可能就会说芝麻汉堡。芝麻汉堡，你就黑跟灰啊。灰黑灰黑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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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超难画，你的条纹只能画一个黑一个黄就没了。所以它只有两条线，是不是？对，就只有两条线而已。没有，我觉得最少要就不要画脚，就是衣服很长，很能长到拖地板。哦，可以可以，因为本来就很长。对啊，小雨的是很长，小雨的衣服很长。嗯，小雨很长。哎，什么时候有那个啊？背刺系统，小雨画个翅膀。有翘刺，有斗篷，蜜蜂翅膀，对啊，有翘刺啊。开场就直接拿翘刺可是他说他的那个翅膀是最小的那种，两点吗？画个两个象限。幼年体吗？还没进化、啊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你的外观呢？你不是可以画外面皮肤吗？我的有画外面皮肤啊，可以画个翅膀。你是你啊？你有内衣哈？我的头是，对啊。你有内衣？衣服内，衣服内，衣服内。我看一下啊。你这件看起来不像有啊。你不是头啦，你脱到头了。哦，这个没有啦。去画，去画。全部人逼着小雨脱衣服。我之前有画过有一个版本是外面衣服可以脱掉的。那不是哈基那时候里面塞衣服吗？他的头里面塞的衣服，他的箱子里面、啊，奇怪，到底为什么有这个梗啊？我其实那时候没有發到，我忘记了。他就瞄他那时候他画了一个小雨的衣服很长，哦、我就對對對我就把那个那时候就稍微哎、欸、那时候不知道，我就把披衣服人头披掉，只剩衣服。那时候这件衣服哪里有卖？我想要这个衣服。你说你穿他衣服，超久，很久很久以前，那真的是很久以前哎、欸。对，很久很久以
前有个虎姑婆。草莓。虎姑婆。久到那个时候。对吗？很久很久的故事吧。哦，对，很久很久。对啦，是这样子才对啦。哎呀，我是你爷爷，爷爷，有个虎姑婆，会有小杂毛。哎，我说的是你的导演，这是哪一首歌？嗯，走一，怎么了？一阵寂静。刚刚大家都一起说话。原来你不是草莓哦，对不起。草莓？谁？不会这个是草莓？草莓吧？西瓜妹。哎，是草莓吧？我觉得是草莓。暗恋你，暗恋你。西瓜哎。对啊。后面有一个，后面有西瓜。有那只口。有那只口有善意，然后也有这个什么？眼珠。这里这里，我旁边有。哦。那个左口嘞？你豆子，你有点高额头。你的眼距有点宽。你的眼距有点宽。没有一，还是他是准备要攻击？这个是一只 rare 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岩柱一个 rare， 黑桃 S， 哎，最帅最帅，这个好帅。但他如果等一下在那边 build 来 build 去，我觉得那个就有问题啊。然后他就选那个游侠，哎，然后射出来有超大一个红衣，大哥大哥很帅，然后他还出飓风剑吗？这样飓风，五发，他还出镜，我跟你讲。他出六个水滴，我跟你讲，哭哭哭哭，回去在干。这个你加到墙角，我们好像在看 coser 一样哦、喔！天啊，我们为什么没有一只猪？我就在想说，你这样会不会想说什么一只猪？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没有一只猪？不知道选择，还是他们有问号？问号？问号可以选？为什么不能？过气了。他说他不能，他不能开书。哦，他们说他们不能开书。那为什么他可以选择问号？问号去？我也不知道。随机职业吗？有这东西哦。难道那是隐藏职业？你是不给看一下？屁王，屁王，哦有啊，可以啊，可以，他选了。我本来玩贵族，玩这玩个召唤师看看。对耶，我还没选。有一堆人召唤师吗？我们召唤师是否有点多？等下说就是那个资源不够了吗？打国战。三场没玩到召唤师，通通要玩召唤师。召唤师一开始挖木头超级舒服的哦，大概挖个三十秒就一个木头。然后记得你们要从召唤师脸前走过去哦。我上场的木头挖超久，然后快要掉的时候，这一缕从我面前经过。那酱油，等一下我从你面前经过好了。我的眼角默默的流泪。那我会变成挖你哦。不好吧？直接挖人了。那个问号，他在做坏坏的事情啊。嗯？那怎样？谁？他不是用书，他是自己打指令用 trigger 啊。哦。啊。给搞。我没有设定的东西，我是故意弄一个，就是如果自己打指令会问号问号问号。哦，就还有这个机制啊！啊，没有 OP 也可以打指令，那么厉害。因为那个是就是书要启动这样子的话，一定要这个。对，给搞。学到一课。哦。还敢问号问号问号啊！偷偷来。让我们来看看长怎么样子啊！啊，抓到。然后它变黑色。哦哦，就是一哦哦。在哪里啊？天哪！他现在跑到蓝环，就在一个，嗯，这个，哎，不对，不是他，多少是那 KING 吧 ？KING 那个草莓啊，西瓜妹啦，哦，西瓜妹，草莓妹，草莓妹，草莓妹，妹妹，进化成大真风，哇哦，什么鬼啊？大真风，应该是风女王吧？哇，小雨怎么进化了？小雨怎么了？你是碰到绿宝石有翅膀了，石进化了。你选了什么石头变成、那個？你做了什么？没有啊，你刚刚是在偷吃东西。你是进化了？我最后你是不是吃神奇糖果？偷偷进化了、哦。哎呦，像粘在。小雨是数码宝贝啊。数码宝贝。小宇宙数码宝贝，数码宝贝，进化成我们是什么？大变兽，大变兽，这个进化真的有大变兽？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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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可怜呢，我看到哭出来。我记得他有故事，他的故事蛮可怜，真的啊，他的遭遇很可怜呢。有印象，有印象。嗯。
下辈子不要当大便了。等下辈子，那你的一生蛮短的、欸。不会啦，你要想想看，会有宿便的问题在。哦，那你要找到一个有宿便的人，我啊，宿便困扰的人，我啊，可以不要这样子。所以我在吃火龙果啊。嗯，再拿一个补位。哦，有人没进来。嗯，对呀、啊。顽皮熊猫，顽皮熊猫，顽皮熊猫，顽皮熊，我要变流氓熊猫，好了，别做梦了。顽皮熊猫是一阶，一阶，对吧、啊？我知道而已。流氓熊猫二阶啊。嗯。大正妹熊猫，大波熊猫，废了。好，你看各个职业进化成圈圈熊。我们有什么职业来看看？挖钓鱼了。哦，召唤师一二三四的，我们是四召唤，凶猛谁？凶猛团团是谁？谁？谁？就是你！哇，跳到世界外了！一坨凶猛，怪族有两个会怎样吗？不会啊，怎样？三比较好啊，帮你们可以多补补。来吧，宝宝，我们一起抢工作。哎，你用三贵族、哦，贵族，简直三贵族了吧？不是啊，啊，你不是要当召唤师？那、啊、你们召唤师有四个呀？啊，四个又怎样？召唤师有四个呀？四个又怎样？我们可以四召唤师开局，召唤师对啊，四召唤师。你这样会有几个僵尸啊？同时就乘以三啊？四啊，乘以三，再乘以三，乘以四，再乘以三啊？哦，乘四乘三，所以才说等下是国战啊？是这数学，等下真的是国战啊？啊，然后这场那个掉趴是50趴哦。好，要不要开那个道具会喷出来？好啊，好啊，可以啊。你开一开，那个我比较不会用。哎，骑士也太惨了吧！道具会喷哦。骑士真的不能用啊，骑士不能玩。啊，对呢，只能绕外面而已。他能骑海马了。我们少一个矿工，他还要当矿工，他还要用手牵着马游过去，然后就是耍赖人。就来了，海马。三个召唤师，两个贵族，好，耶，9999，哦，一人一个洞，一人一个洞，啊，挖一下铁，挖木头，啊，挖一下铁，士气高昂，真好，对，那个现在有音效哎，咚咚咚，啊，有那个咚咚咚，咚，哎，我一开始。那个书被打掉，我很生气。你是召唤师啊、哦？有够谁是召唤师？他是贵族啊！我做铁镐直接过去了。谁要木头？我也是。卢米是召唤师，你要什么？卢米是召唤师，你挖好慢哦，好可怜哦。哎，好可怜哦！谁召唤师？谁？谁召唤师？召唤师都要捡地方。哪里呀？谁呀？卢米，召唤师啊！哇，卢米，召唤师，拿去拿去！卢米，你召唤了我们了啊，卢米！是内斗吗？开场了。我好多的木头啊，卢米。还好，我在家里前面挖。超安全！卢米，画好了吗？有，我有一点。那怎么看？繁星，你在钓鱼哦？不，怎么了吗？繁星要结界师钓鱼。你知道上一场多累吗？哈气嘛！上一场太辛苦了，这场要养老。真的？养老？你那个铁装也太快了。我刚完全不能对抗你，超难打。啊？铁力或精力？就是要挡很难挡你啊。哎，为什么两件酷吧？傻眼！我帮你穿，因为我其实觉得这一个比较好挖哎、欸。对啊，你可以放箱子啊，帮你穿。就是你地道有挖好，那很容易挖进去、嗯，就比较容易。对啊，而且上面你屋顶挖掉一个，又下去挖掉了。是皮革裤子，我。哦，没有啊，我就说我是多一个皮革裤裤啊，哎、欸。还有那个臭裤子。我看到杰克是在地板游泳挖矿、欸。他趴着挖，趴着挖，扫地机器人、欸啊，你是扫地机器人，真的好像哦，哇，对，好像哦，扫地机器人，好像机器人，这么厉害，你也会吸地哦，哎呦，就是，我会瞎趴，我会吸黄金哦，哦，那么吸金哦，那么吸哦，吸金吧，小雨给我，你会吸土吗？小雨青金石一个就好。你们好烦哦！
我要来放放看技能。哎，杰克真的是用那个力，你要放在那个副手就可以了，对吧？精力跟铁力，对对，然后放在副手召唤吗？他是会召唤出不同的是不是？请问你在跟我抢矿吗？就是铁力，你在跟扫地机器人抢矿吗？你在跟扫地机器人抢工作吗？看来有扫地机器人的存在意义。他拿着扫把过来跟你抢工作，哎，耶！拿着扫把，对啊，绿宝石我不要，绿宝石我要你。暴风奴，哇！偷色偷色，我要这里。凶吧，很好哦。我去找扫地机器人哦。为什么？怎么是坏？有说你一直趴着啦，为什么？扫地机器人启动。哎，那个上面还有一种，他进了。哇，速度好大，他不卡卡的。哎，不要打。怎么了？你放的那个位置是那个两颗金哦，好的，两颗就好。哇哇哇哇哇哇！土哦，他们已经召唤了。那个金子是早超慢。我看到他紧张的把那个书给 Q 出来了。我刚也是。哎，我刚那一场就是不小心把书 Q 出来，我的书就进了。因为每张地图作者的使用技能都不一样，对啊，完全是右键。我以为是王国会统一一点啊。号召作者统一了，我要来放看看。那我放这哦，好，放里面一点。想打我们的伙伴，不行！你们在干嘛？咬死他！咬死他！我看哦，那个西瓜人直接被咬死了。那个西瓜人被咬死。哎呀，被好多东西咬。你谁他们好会喷，攻三回啊！而且不要会喷，喷一半啊！而且我放僵尸，我被我自己的僵尸挤下去，太棒了！我的僵尸军团，好凶哦！一堆僵尸，一堆脏饼卡在那边，有人来了。其实有点恶心，但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就是恶心，你已经说了，是恶心，你已经说了，是恶心。这里不能放。哦，我不知道怎么说了，就是恶心了。抱歉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可是真的很恶心。呛爆！好多啊！有人去挖他们书柜了吗？他们书柜已经少一半了。没挖，没有，自己挖掉的吧？还是他没有换地方？对，有人来了。可能。没事，挖走了。贵族在旁边，贵族在旁边，贵族呢？贵族在这。哦。这个挖铁挖的好顺，我手好酸呐、啊！卡住了。我挖他们，我挖他们。来追我！什么？你要挖他们？我挖他们家的金跟小金宝宝啊！挖什么金？我最喜欢挖金，我最吸金，我超吸金。啊好，你是吸金眼，吸金可以。甩你！不要跑！我快死掉了！看一下而已。大白鲨！怎么后面有隐形的？隐形的啊！泥豆子不要！如果你不能拿铁字，那不能拿铁字。要我矿工，那个金矿工的，要我的贵族，加油，不要发呆，救命！啊！还不能啊！哎，我打怪有，我打人有伤害吗？有啊，有什么不会有啊？你们只是不能拿铁字的武器。像你，他有拿下剑。你就做那个食斧，食斧啊，哎，干嘛？你看我们的包包，就算你很帅，你也不能这样啊！我把你弄死了，我死掉了，帅死了，美女的东西都掉光光了，打那个迷豆子还有铁钟，僵尸大战，失足坠地，失足坠地，哎，我的东西，喂，我的僵尸。矿物那边很多，噔噔，哇，已经补起来了，算了。哇，哎，我们会砍到自己的僵尸啦，会砍到，有没有人捡到我的东西？反正看上面的旗子是谁的，再打掉了。力气就是我们速度超过他生成的速度喽。
有妈人捡到的东西。喂，你有什么？喂，我看，还想游？有没有人有密集恐惧症？你们这里的也太多了吧？那个西瓜的眼睛很讨厌的，那怎么大一颗？哎、欸，你们都讨厌西瓜？那是眼睛，那是眼睛，把劲、欸！那个水里的那个铁桩的打。对，把东西打掉啊！你们都可以穿了。我没有铁针，我做一下。对哈，可以。这个，哎、欸，这个东西还可以吸哦，我们吸上。在前线有谁要当铁桩？哪里？楼上。我需要当乞丐，我要捡他们掉的东西。哎、欸，你们有人要铁桩吗？帮你做。我需要。我要。没有，我在前线，只有前线的可以。只有前线。我前线，前线我也可以帮你。耶，还有谁帮忙做吗？请问一下，高分星前线的那个箱子里有一套铁桩，有一套铁桩。哦，对啊，央，你还有铁剑、铁斧很多，拿一下哦。好高，好高，赶快多拿一下哦。等一下，有人在射哦。对面的吧。还有衣服，谁还没穿衣服？哦，都穿了，哎、欸，有一个右边来了。结界师可以拿弓吗？哎、欸，铁矿，家里有人，铁矿，有人偷东西啊！西瓜偷东西，哇！可是铁矿我不知道他偷走了，我都拿走，我觉得好像还好。包包后面有人，小心，我帮你啊！谁在后面啊？谁在后面？我们后面有人。他偷想杀美女啊？好像没杀，他没有。哦，有知道，我知道了。你死啦！我喷了。那个金矿左边还有人哦、喔，有人在挖哦。他，哎、欸，哈基，这里，哈基，苏还在，苏还在。杰克这边，贵族真的血少。我要铁，真的血真的很少，哎、欸，都丢了。一个哦，好吧，对，给你，少了一个，我是铁兽了。哎、欸，我突然有了，铁针家里有了。我突然知道我们在玩什么了。隐形的翅膀。不然你跟我来，你跟我来。好，他死了。墙壁这边有声音啊！对不起啦，对不起。墙壁那边有声音，这边有声音，有人在挖。哎、欸，我从，鲁米奥比亚。杰克，你从这边，杰克过来。好，杰克。又是阿台陷阱啊！没有，这里啊，踩到了，闪哦！哎，过去了，山顶上，他左边下去了，金矿洞，挖进去吗？你下去了，你那边有人，拿着盾，哎呀，这边输 Q 出去，就不会给你。有啊，有一条路，对，他在往右边挖，往右边挖。哎，你东西小心不要喷掉哦。哇，东西真的喷好哦。哦，那是我们的那个。完了，召唤师，我突然知道召唤师在玩什么了。哎、欸，又一直召唤，那个植物大战僵尸人。能傻吗？有一个纸船，有吃的。你在对面，他还忘了脱脚脚，笑死。裤子会飞啊！啊，油去拿。拿去。我都砍不到他哎、欸，他剩一滴血。他喷是全身东西都喷了，喂，几率，没有人，没有人，我死了，隐形人啊，在刺客有刺客，那个刺客，哎、欸，我举盾在打，西瓜面是刺客，水里面，水里面有个刺客，伊泽瑞尔，我干掉，水里的一个刺客死了，伊泽死了，伊泽，哎、欸，我东西全喷光哎、欸，哇，好，我只有捡到铁剑了，50%，家里有人，可以求一个铁吗？家里还有人，进去了吗？啊，可是他现在还第一阶段，他是不是太着急了？我连职业技能，还有可能偷东西，家里有东西，来，我帮你挖一下，家里没东西，死了，刚刚那个家里核心怎么？哇，天哪！就这样，他没办法在下面好、啊，在水里。你豆子在金矿上。好，等他跳下来。那么厉害。哦。嗨，从后门回去，这里不要。从后门回去。卢米，你后面有人，卢米后面。对面。被河豚蛰死。被河豚杀死。垃圾。哎，隐形来了。跳不下来，那个还发光啊！又是他，他是岩柱啊，不是伊泽啊。小雨，哎、欸，他死了吗？他是另一个人。耶、yeah, ，伊泽死了。乞丐。有没有黄浆？还有没有黄金在我这？哎、欸、哎，隐形，铁矿，不要金矿，讲错了，对不起。哎呦，
那个那个发光了，大家看一下附近的敌人。好。那边卢米后面，卢米后面。啊，没吃到。保护卢米。我来干嘛？我没有说。啊哈。你要输吗？我捡到三本。好。杰瑞，杰瑞，杰瑞。你在哪？家里。刚捡到的。好，我在家。等哦，他们有人绕山过来哦。上面还有人。好。我差点。有人。哎，你们有在扫吗？小人也没武器啊。有人掉到后面去哦，你们看一下。有看到右上角，右上角。我贵族还是跟着前面走。哎，看到好多僵尸啊！天啊，感谢。他也在放。那个是召唤师是不是？我看到了。还伊泽瑞尔还敢来啊？伊泽瑞尔。是不是？看到，看到，哇哇！家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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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家里哦，家里啊，家里，家里哥，家里哥，一折，一折，一折。嗯，出去啊，出去啊！哇，臭帽子，这是僵尸在发呆。估计没敌人。哎，他们在挖黄金呢。玻璃被打爆了。对，听到沉思的声音。沉思。垃圾在发。咕噜咕噜的声音吗？哎，我没有队友，没有队友。嗯。巧克力。我在哎，这个陈家，我在敌人家有点孤单寂寞。陈思在坐床。你们有没有人要来前线？没有，没空。没有，没空。你说没空？白痴，我买错。有，可是我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。那你如果有肉可以给我点，送你杰瑞。上太多了，我现在三本了。我买错了，伊泽瑞尔在那个铁矿。金矿注意！排队拿铁。金矿有两个，金矿有两个。我后面一堆人啊，是怎样？四五个。哎，帮你放啊，帮你放加速啊。喷光光。哎，哈记，我问你哦，为什么跑太远了？你买职业道具会送你一个铁钉正常的吗？对啊，会还你啊。会还你？会还哦。好，这么好，我想说是消耗品。下面有人要挖路哦，下面。好。你们怎么都回来了？我们在排队，排队里面。哎，小雨，人来了。嗨，跑。好，排队跟老妈要钱。啊，所以卢米是想花的吗？你们也都是死光了，是不是？往我身上放的。对。哦。你可以直接跟我要，我身上很多。嗯。他们在青金石洞。又放一批了，新的一批存货。左边哦，左边有发光哦。有有有，我要去找他了。进货了，进货了。进货了！我去找他了，还敢挖？进货了！让美女来教训你啊！小心，右左前方有僵尸！最好不要从后面打，不要从后面打，不要从后面打！奶师，他走过去了，就下来了。他敌上去了，下来！进货了，进货了！进货，进货！哈哈门口僵尸怎么回事啊？他怎么绕过去的啦？他们都放在船上。啊！还有，是了。啊！不要跟我抢工作。杰瑞，我缺两个，比你快，你不要跟我抢。好，对不起，我缺两个。道歉要露出。